感恩，无毋对，应该呢爱回馈老师，毋是毕业一处啦，是爱互伊呢。看到老师呢，都爱会晓向老师敬礼吼。古早日人时代，你若撞到老师呢，一个距离呢，伊就停步落来，爱用最敬礼呢向老师呢问安，甲老师感恩。这呢是全校啦，不管是毋是教伊的老师，只要知影这个老师，所有的学生呢，都是用最敬礼。这是礼敬老师啊。但是即卖的囡仔就是已经轻慢思想啦，所以呢，无礼敬业，已经甲这个礼敬都无去啦，所以伊轻慢。轻慢的，伊嘛敢骂老师啊，敢欺人老师啊，捉人老师啊，这呢就是不敬，安尼都有业无。所以啊，咱伫咧修行的团体中啊，常常讲啊，六合敬啊，咱爱敬师兄，爱师弟啊。咱若是未晓要尊敬比咱较尊重的人啊，安尼嘛是共款会造业无。所以啊，这个礼敬呢是修行的一个法门。所以以佛心看人，人人拢是佛，何况呢那传授予伊知识、开启伊的智慧的老师，当然啦、应该爱礼敬吼，那过来就是对朋友不信无义之言。那对朋友爱相信嘛，爱会晓选择好的朋友啊。那么咱做人的朋友呢，咱本身伫咧交朋友都爱有信，所以敬主啊。那是日性磨心啊，对父母有好无？咱对咱的君啊，吼，就是对咱的主人，古早叫做君吼，神对君有忠啊无？甲朋友伫咧交往呢，有信有义啊无？这呢，嘛是应该爱定定爱反省。那么咱平常啊，应该都爱知影，咱对父母有孝无？咱对师长有尊敬无？咱对朋友呢有守信用也无？咱所讲的话呢，是毋是打妄语呢？是这是无义吼，不义语呢？是这是恶语呢？等等啊，这。拢总是作业，却有素养嘛。但弄是非就是说无意义吼，无路用的话啊，敢那管弄是非，所以呢，恶口妄言，奇异良舌，到底呢，咱是毋是有遮的呢？那安尼对朋友都不仁不义咯，各位，真正是爱好好呢。对父母师长参加朋友，这是咱做人的根本啊，所以咱必定爱时时多用心。